三百块。三百。来三百，来十根。来，再烤油。青鱼来三百，来先找你。你会想？好啊。啊，我来要两块青鱼嘛，六块三百块，还是要四块两百？无吼。还够钱呀？嗯。你等等下要而已哈。四片五百块。阿哥，那么帅鱼吗？来吃。一百。一百。好啊。过来，那么鳕鱼的吗？帅鱼的。来，你吃。谢谢。如果伊迄两尾鱼啊，无，这番两尾吼，来两尾，啊这三尾，好大，三尾，看那个啦，看你够五十个吗？什么？五八的呢？这五八，这鱼啊多啊，那个是金目鲈。我是三八的，哎呀，三八啦！金目鲈一尾一百。啊，三八。来金马路三八这边哦。鳕鱼，等一下我问。来金马路三八，三八这几嘞？两条，啊，你不讲。他先说的。来，人家先攻三位先，人家两位而已的。好来，两位而已啊。好来，啊，找一百过来，来两位给你哈，好。啊，帅气购物吧。帅气购物。先买两位对不？系啊。啊，贵吧？我找你五十对不？这种帅气是无啊？购物购物还有好。还是两位而已。对啊。来。都已经饿了，你到整个处理啊、哦？还有冷冻的鲑鱼吗？没有了，这个筏子都坏了哦。什么帅鱼？来五百。来。过来，我鳕鱼吧。来，拜拜。哦，送来送。这帅鱼一个多少？一分五百，无咧算地。哦，算一分五百，四地五百。四地五百。看大细地，看大细地，看大细地。讲完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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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不过我那种宝贝也存着，对啊，六片三百。可以一百块。哎，我买这三块黑的。三块两块，你们一包这哦。
啊，这三百。哎。速度会更好。班啊！我边个在啊？你都在搞我上班咧？看看情况哦。
无，但是鸡腿。啊，鸡腿干咩有？鸡腿无啊？你排骨咯，排骨咯，我想。你当时买过排骨？铁路排骨啊，伊讲铁路大排啊。哦。我当时那卖是一支五十。我想买铁路排骨的，我买。可以没有？我没有，到这里没有。有没有大嘴鱼的？帅鱼，帅鱼冲沙得三百五。三片啊？这是三片，好吗？三百五。那不是吗？嘉义共和路需要，嘉义是共和路。我好能开好车嘞，阿姐那边，阿姐话帅哥，看你点点嘛。阿姐，你不来不啦？不来啦。我来讲话，再回来讲。你来啦？我无话。哎呦，你挂头的哦，看谁先，看谁先，看三张先。他一共爱跟香的，哦，好啦，我要那个上华一走了。我来讲话，我再讲话。哎，这真的好肥呢。这个行天下，你是遐无？走到台北，嘿，去到白鸡白公嘛是台北，你去到，你都欢喜个。哎呀，用无线啊，你用菜咯，系啊，用菜来菜咯。你早安，你个碗阿包皮？你碗啊？哎，我过来，你买哪包？你讲哪包？哪包？是哪？我现在一包。无啦。八个好不好？八个啦，八个，八个，买过呀，好多八个都唔错啊。我给你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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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以为都是包皮好多。这里啊，你有包啊？你一直念他。
要不今拍头啊，都无消。对啊，今天再来拍头啊，大家。对啊，大家抢过头，今拍头啊，都无消。好吃掉牛啊！菜都贵贵，菜都贵贵掉。咩来？咩来啦？他都无啊，都无啦。无啦，遐来拍头啊，嘛都无物件。嫌家你咧？咩差啦？来，
好，孟斯赶快过来拿。高雄我在饭店的时候都开23度。孟思晓哦，玻璃鱼两包他的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一个小时前就没有了。黄鱼也没有了，准豆兵。哎，我那么早就没了。这个要买几百？这么快哦！你们这要买几百？这那里上班的，屌吧？对呀，上个工作了，我懂。一包花枝片好了。好。有甜猪肉吗？我要纯豆饼的呢。后边拢无货吧？拢干哦。啊？都固定星期四啊？这个嘞，这个几片？这里300，六片300。没有了啦，这么晚到还敢说？八点多而已，且快九点都还有。这个八只烤200，那是咸酥鸡吗？对，那咸酥鸡对。2包好。哎呀，多利鱼神啊，没要不要哈？没有，那两包还没哈。没有包邮的。鲍鱼没有啊，你今天又没带鲍鱼来？有啦，有吗？买光了。这个是要平的，再买一包吗？这个买一包吗？啊？你要买一包吗？什么东西？花枝丸。够了，啊，没有，这之前哦，这超清理剪我当的啥？人员早，玉成早，玉成早，各位早啊！阿松去了，我不知道。阿松又不归我管。好命，对啊，那个狗都很迷人，好命。出门还要用推车推。三条五百看到了吗？我来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不够了。我来，我这边写的，去买一个。
好便宜哦。夏天定价了，那应该会更贵，所以六月缴电费的时候应该会更贵。我缴过电价最高多少？10万块到20万。啊，说还没有刷卡机。下一本去电力公司的找二十块回来。用东西来啊！你好像买车了。哪里加买？啊？这个新的车，你再去。哦，再去那边啊，所以那边遐黑人打波就对啊。